约翰福音第七章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接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：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明星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是因为不信他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尚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想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想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耶稣说了这话，仍旧住在加利利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想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：他在哪里？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：他是好人。有的说：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。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：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：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。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众人回答说：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耶稣说：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。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传言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：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：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：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：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。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；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：这人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？他说：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；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节期的末日，
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：这真是那先知。有的说：这是基督。但也有的说：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常岂不是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：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：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：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，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德慕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：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：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